好，同樣一齊放向中間位置，等我哋嘅傳媒朋友影下相先啦嚇。啊，呢個地方設計得非常之靚，啲條舞啊，令我諗起我以前做一個舞台劇《西哈洛》入邊有一句對白，佢話：我唯一冇被玷污嘅就係我白色嘅羽毛。啊，系啊，几靓啊！第一次攞呢个奖系咪？系啊，唔系佢好似话今年先至创作出嚟噶嘛呢个奖。哦，开唔开心啊？开心。又攞奖。啊，开心啦！扑到扑到嚟啊！一落机啊。喺边度嚟啊？去日本啊，拍广告啊。哦，日本拍广告。系啊，好靓啊，不过都好好正。大家啊，金像奖啊！啊，金像奖。唔区。唔区。唔区啊！又唔区。系。是不是攞埋就完美啊？冇完美嘅，人生处处留遗憾。攞完咪争个奥斯卡咁咯，好唔好？你有冇睇过金像奖嗰啲入围对手嗰啲戏？冇啊，冇睇啊，唔使睇都知劲啦。使乜睇啊？最劲系边个啊？最劲嘅发哥啦。最劲发哥。梗系啦。系。即系劲敌嚟嘅。八哥在度，边个够胆咩啊？边个攞奖？咪咯，你都攞咗咁多奖。屠龙刀嚟啊！倚天劫屠龙刀啊！习惯了是吗？拿奖拿习惯了。没有，就是谢谢大家的鼓励。嗯。开心吗？开心。嗯。有人会庆祝吗？跟我妈妈这次有来，所以。可能跟妈妈吃个饭什么的。嗯，对下个月的金像奖有没有信心？金像奖。自己可能还是会给自己打气，但是我觉得，能跟我真的很喜欢的几个女演员一块儿参加一次聚会，像个 party 一样，我觉得挺开心的。